这壶多少钱，老板？这壶多少钱？拿一个。这个壶。壶。这个壶啊。嗯。一千。千二。这小壶多少钱？你惨了！你找我一个头牌。多少钱？二百。二百。惨太厉害。没啥意思。没啥意思。太粗，然后又有鸡爪。咱们去逛地毯集，一般先扫地摊儿。地摊没啥东西再进店，就是这么个节奏。每年夏天我基本上周末又咋出去扭到屋里研究我游戏机，俺院子里头的小伙计都觉得我很神秘，这一个夏天咋没见地出去，到家这个便宜的不能再便宜，这个价格我跟你说，我也在地摊捡，我的第一个这不是捡，这价格它惨的，我要再看一眼，纠结得很，来来回回又过来了，你值得拿这个东西，他关键冲到根儿上了，那你看有一点，但那还不是我弄的，你看这没办法嘛，那肯定不是您弄的，这是细路子嘛，你它不是那粗路子，但是它有毛病，它有点毛病，是不是一套？是，应该就是一套，没问题。你看那花的花色，它是一致的，不一定。哎，我纠结的很，一千呗。咱俩今天就说在这儿，你我退五十，你进五十，咱把生意。哎呦，对吧？这说到这份儿，姐，我的哥哥呀。啊、嗯，咱也就甭纠结，对吧？咱俩就把生意成了，就互相都照顾一下，对吧？就是你进上五十，我退上五十，对吧？哎，真不是我矫情，那东西翻来覆去，最后四个结合全是配的，全是配的。所以说有些事情你必须付款前看清，你付款后就不太好说了。我看的在这儿。哎呀，这好像是修的。像这得多少钱？这三百五。价格多少？哎，那就是不管要。对。这样子，哎，这不太行。这都是，哎呀，土窑的，但土窑很有味道。那管窑烧糊的时候，哪有那么多？对。土窑才能代代相传。您这话说的太对。才能传到现在。好东西太少了，找一些有味道。这里有点黑呀、啊，大概能看。就是我们这儿本地窑口。啥也买不成啊，老的价格太高啊，不好的满大街都是。